背后鼎力的支持我们跟鼓励我们。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部电影的这个剧本是来自这个这个新加坡新传媒资深艺人陈泰林大哥而写的。Script is written by the senior artist from Singapore Media Corp, Mr. Grayson Tan. 电影方面呢，我们如果能够把它传到各地世界去呢，在电影方面呢，我们就能够介绍给外地的这些朋友。为什么你演戏好像戏里你总很老，但真人好像看起来年轻很多？我真的不晓得要怎样回答。我唯一的能够告诉他们，你家里换那个新的电视吧，那可能你看的我就比较年轻。